Yeah.我终于找到我真正的白马王子了。如果没有你们三个人的牺牲，我就得不到我第四段幸福的婚姻。对不起，辛苦你们了。 石苞米放哪儿？哎呀，我的命好苦啊！我的命更苦，弟弟坏了，我抱了石苞米爬10层楼。哎，米放哪儿啊？哎呀，真亏了你了！哎，快放到后面厨房里去吧。麻烦你把米放在上面吧。有没有板凳？准备好了，你站上去就够到了啊！哇，81公斤，合乎标准呢。哎呦，你干什么？哎呀 ，size 刚好哎，精干又耐用。我渴死了，有没有东西喝？早就准备好招待你了，来，到外边去坐啊。我去拿给你啊，你坐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，马上就回来啊！哦，来，坐过去点啊！哎呦，这个男人不会补啊，胖妞铁吃苦。哎，这什么？烈酒双春呢？哎呦，很补的。不过没用啊，我那三个死鬼老公再怎么补也没用啊。那你看，这是我第一任老公 Rachel， 53岁，年纪大了一点，我就多炖一点补品给他吃啊，哪知道他虚不受补，给补死了。对了，这是我第二任丈夫，我心想找个块头大一点耐用吧，结果他，哎呦，不提他算了。那这是我第三任丈夫，我就学聪明点找个医生了，哪晓得他能医不自医，就给看上的说中也死了。喂，还有没有啊？还有，哎呦，你真行哎！结果呀，他们一个个都死在我怀里，临死，还说受不了。哎，那是他们不会补嘛。你不过我还有。是不是起作用了？不是。啊！我突然觉得你三位老公好伟大。我要上前向他们行三鞠躬。哎呀，你还知道长幼有序。哪里，应该的吧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落了呀归当铺，临别归临墓。一记根在。哎呦，祖哥，你真的好屌啊！我还有个东西更屌，那说一个谜语让你猜猜。谜语呀，快说快说，我猜我猜。听好了啊啊！拿出硬东西塞进小洞里，腰杆顶一顶，蓬门未经开，你猜吧。哎呦，死人，你好坏呀！你说的我心痒痒，讨厌。表妹呀、哎呦，我们忘了关了，刚才你那个义工真讨厌啊，他要我猜谜语，他拿那个硬东西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下流。错了。他猜错了，谜底不是下流，你再动动脑筋，拜拜。不可能不下流啊。哎呦，我要去证明一下。这世界很酷。